昨晚睡得可还安稳啊？我们是不是有没有圆房？我堂堂七尺男儿汉，你又主动的投怀送抱，我怎么好意思拒绝？大魔头，你这个趁人之危的无耻小人！照你这么说，我还真应该好好的坐实这个名头。熊心若，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可是堂堂的一府上夫人，我不怕你。你要是过来的话，我就像我阿娘一样，我打死你！哎哎，过来！到底还要我给你解几次围啊？明明是你走那么急，我哪知道你们大户人家门门道道那么多，还害得我出洋相，现在还怪我。你现在已经是李府的少夫人，以后就守好你少夫人的本分，别再给我添麻烦。我这个少夫人还不够本分吗？我本分守的都不分白天黑夜了。你昨天晚上对我干了什么事情啊？你干的那种事你还不道歉，你还是不是人？你是我明媒正娶的结发之妻，我同你圆房不是很合理吗？呸，合理什么？你就是趁人之危，你趁我喝醉酒，你到底是谁趁人之危？要不要我带你今天晚上重温一次啊？不要。如此甚好。哎，别走！你别以为昨日之事就能这么算了。看你这纠缠不休的样子，怎么对昨晚的事情流连忘返呢？当徒子陈之伟算什么男人？不会是真的喝醉了，什么都不记得了吧？什么意思啊？昨天晚上我什么都没对你做。我只是想让你道歉，你这么着急啊？耍我？那你还气了那么久？我耍你又如何？谎言是要付出代价的。你至于下一次代价是什么，我可就不敢保证了。喂，你还来？熊心若。
某，阿某，梅香，梅香，快来呀、啊！真的只有这样啊？要不要我帮你把梅香叫过来，问问你昨天晚上吐的荤符有没有洗干净呢？哎呀，我这洞房花烛夜呀！把门关好。